3005啊，这个是三秋胖，这个是三房两卫两车位加个 study room， 然后进门这些位都是可以放鞋子的，都是一些柜子，对。然后这是洗衣房，洗衣房烘干机是标配的，洗衣机如果不要的话可以抬走。然后这个是厨房，这个是一个敞开式厨房，这些都可以移动。对，烤箱、蒸箱，然后这都是一些储藏空间，然后带冰箱。然后全屋都是带中央空调的，这个是客厅。然后我们沿这儿走，这儿是个 study room， 这个是第一个房间，这个是 bedroom three， 这个房间稍微小一点点，但它可以通阳台，这个阳台是个 winter garden， 所以也相当于可以算成室内面积，都是带空调的。然后这个是次卫生间，这个镜子后面都是些储物空间。然后这个是 bedroom two， 这个房间会比较大，也是带空调的，对。然后三个大柜子，然后这个是主卧，这要是一排的柜子，然后主卧空间相当大，然后主卧还带浴缸，主卧的厕所还带浴缸。